上啊没有什么表情啊，这个行动啊很像很僵硬的一个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大概还有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个不自主的一个抖动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巴金森氏症。这个是现代，尤其是走进来的时候，走进诊间啊，看他的一个动作啊，脸上表情啊，等等，还没坐下前，其实很多的医师大概可以诊断出巴金森氏症的。那一坐下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手会在那边抖，走路的时候，哎，看起来这个病人走路还好，哎，那样的一个状况。那手会这样抖，哎，他坐下来的时候，手会这样抖。等到他要去拿一个杯子的时候，去拿杯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，哎，拿到杯子的过程中，似乎又不太会抖。这就是所谓休息期的那样的一个抖动，这是巴金森氏症啊一个蛮大的一个特征啊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，手的那样的一个抖动是很明显的这个情形。那大家想说，这个跟刚刚那个好像不太相同，这个抖的一个频率似乎比较高一点，两手，这个就不是巴金森氏症，这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时候他的一个手抖。因为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个交感神经因为甲状腺素分泌过多的结果，就好像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手会抖一样啊，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。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候我们也会抖，但是它的抖相对大部分是两侧的，就好像我们人退化了也会抖一样啊，年龄到八九十岁你不抖很困难了，会抖，因为这个神经的一个控制系统啊，有一些退化的一个结果，会比较抖，没办法把它调成很平顺的一个状况，但是它相对是两手的机会比较多。但是巴金森氏症大部分是从一边开始啊，会比较明显一点。那么不只是手指那个地方，手也会抖，然后甚至于某些也会到脚那个地方也会抖，然后手指啊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得到大拇指跟第二指这个地方抖动的一个机会啊，也比较多一点。如果是我们退化性的话，大部分是后面这几指啊比较容易抖。所以你看神经科的医师实在很像侦探福尔摩斯一样啊，不用做检查，动指。察秋毫啊，就可以明察秋毫，然后知道这个诊断是什么。那接着当然要给他用药方面的一个治疗。那随着病情啊，这个顺序上约略大部分是这样子，还是手，然后再到脸部，然后再到脚这个地方，脚也可能会产生出抖动，但是它抖动的一个幅度啊，相对就不像是刚刚甲状腺功能亢进一样，它相对是幅度比较大一点的状况。那这些情形啊，现在当然绝大多数都了解到，它还是多巴胺的一个不足的一个状况，使得神经元之间的一个对话产生出问题啊，所以药物的一个补充啊，当然是非常重要，这神经科也可以给他们很好的这些帮忙啊，让药物的一个补充。得到好的一个帮忙以后，这些症状也都会改善。但是现在也越来越知道，其实在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纠结，神经元的一些纠结是造成这个巴金森氏症产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。因为有这些纠结以后，我们神经的一个传导对话就会发生问题啊。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研究会针对这个，看能不能克服这方面的问题啊，来展现出未来的一个曙光。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神经深部刺激器的一个帮忙啊，来做这样的一个控制，所以比以前控制的方式要多很多。